这到了呀。你们想要离开这个集装箱，只有从外面开门。我觉得先打一电话吧。你拿反了。不是，哥们儿你好，我是岳云鹏。喝多了吧你？我给我媳妇打吧。可以。喂，哎，那个我现在被困住了，在集装箱里，你可以想办法救我吗？你不是有微信吗？你给我发个位置呗。这手机它专门给设置的泰语，我看不懂泰语。我是一个马，我无法跟你们沟通，我现在睡了。欢迎你们来到你们旅行的第一站东滚。我们厂的规矩是这样的，只能带两个东西进厂。不要看着我，我是带不进去的。也没人想带你。先扣分啊，这个人先扣分。我带一个面膜吧。你这脸是长期敷过面膜的脸吗？我有一副快板，是常年放在我的皮箱里。先待。呆呆以待。好好，有点耳鸣。哦，好。今天大家搞一场乡村会吧。那么如果办不好的话，各位的东西就会面临着一件一件的销毁。走吧，兄弟们。你好，那个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没有空。谈恋爱了吗？你想参加我们的联谊会吗？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的。您是单身吗？我有老公啊。你为什么把我女朋友给抢了？怎么就变成你女朋友了？哎，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您二位有对象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有意找对象吗？有。有没有想法找女朋友？当然有啊。现在有很多单身的。来，您的箱子还有8分钟就要爆炸了。如果到这个时间是在你手里想的，就销毁你的东西。帮我拿去。他给我的，我不想承担。这个我给你一个币，